死咗个香港人，死咗我都要做只香港鬼。阴风吹柳河，带你云游香港十九区，寻找香港鬼故事，先人心意，港人港鬼，先人夜话。咦，头先啊，第二节翻嚟，我系心怡，我系仙人。喂，你咪后咧，你话诶，你话你知道咧，冥婚点样揾对象？点样揾啊？咁除咗你啱啱第一次讲过嘅报梦之外咧，即系报梦就系、是、你可能男方嘅屋企人，男方又报梦俾佢屋企人啦，女方又报梦俾佢屋企人啦，然后两家人就走埋嚟倾呢头婚事，然之后再搞一场冥婚嘅。咁就佢哋已经系本身可能男女双方喺下面咧已经拍了拖一段時間，或者認識了一段時間，即係情投意合先至咁樣去同佢話俾佢屋企人知啦。但如果咧，佢喺下面本身揾唔到對象咧，咁佢都有個方法係可以，即係叫佢屋企人幫佢。即係唔需要透過報夢。係啦，都係報夢嘅，即係可能就報夢俾佢屋企人啦，又或者佢自己屋企人主動咁樣想幫佢個女揾個歸宿咁樣啦。咁即係揾生人啦，當然。係。咁佢以前咧嘅年代，其實有一種叫做根貼嘅嘢，咁佢就擺喺路上面俾人哋執嘅。個根咧就係貴根個根。根。根係啦，我要最緊要正字。係。係啦，根貼。貼咧就係、是你派請貼個貼啦。咁佢就即係可能。是一張卡咁樣，或者點樣啦？佢上面就有啲名啊、時辰八字啊咁樣，咁就擺喺路上面俾人哋執。哇！你執到就真係執到。執到咧，執到就係你噶啦，你冇得抵賴噶啦。我唔想為你執到啫，我拒絕咧。其實有拒絕嘅方法嘅。點樣拒絕啊？其實咧就係、是、即係以前就係用呢個更貼啦。咁而家咧其實都有嘅。我有個網友咧，佢就係亂咁執嘢啦。佢係喺地上面見到一個封利是喎，咁佢就攞起，諗住以為執到錢啦。一打開入面有張時辰八字，乃嘢即刻有個媒人出嚟恭喜佢喎。咁佢就好驚啦，即係有人喺度報噶咯喎。係啊，有人喺度報嘅，跟住佢就即刻好驚啦，將嗰張嘢咧即刻禮手抌咗，然後跑走咗啦。但是那隻朋友呢已經認定了你是他的新郎哥了。那他要找他喎。是啊，跟住當晚呢他就夢到有個女仔就跟他說你執到我張你執到我那個時辰八字，你就是我的老公啦。那你聽日去哪裡哪裡找我家人啦，我會告訴他們知我會跟你結婚的啦，這樣啦。哇，跟住佢第二日當然冇去啦，佢諗住係咪自己諗得多咗咧？跟住以為係假嘅，咁就冇去到啦。跟住咧嗰一晚，佢又夢多次嗰個女仔咯喎。又發夢夢到佢。又發夢夢到佢，跟住嗰個女仔咧就嬲啦。你做咩唔嚟揾我屋企人啊？你明明執到我嗰張，你要同我結婚嘅喎。跟住佢就喺度話。我家人不會讓我跟你結婚的，我又不認識你這樣。跟著呢，但是那個女仔是都要叫她，你一定要跟我結婚，一定要跟我結婚這樣。於是那個男仔搞不定了，又怕再夢到那個女仔了。於是呢，再過多一天，就上門找她家人了。她家人呢，就不知道為什麼又是知道她會來啦。她真的知道的。然後就跟她說，我都明白你的處境的，咁都是我個女任性啦。但佢屋企人就好好嘅，冇勉強佢真係娶佢過咗身嘅女啦。於是咧就叫佢嗱，你係個利是封，入啲錢啦，咁就當禮金。咁俾咗我哋咧，咁我就當呢頭婚事就取消啦。係啦。哇！哇，咁都得啊？係啊。是不是好像那些什麼騙案啊？哇，大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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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都行？是啊。
咁本身你都有貪念嘅，見到地下有封利是都攞。係，但係但係嗱，以前啲中國人咧好興咧，即係生不同襟，死要同月噶嘛。係啊。但係有啲地方嘅習俗咧，又生不同襟，死不同月嘅喎，又唔會撞埋一齊嘅喎。咩襟啊？二襟嘅襟。二襟。即係其實同襟啊，嘥 Q 氣啊！你唔會著女人衫噶嘛，係嘛？同枕啊，生不同枕係枕，唔係襟。佢話瞓又唔瞓埋一齊，死又唔死埋一齊喎。即係有好多到老分床瞓噶嘛。係啊。所以死都唔撞埋一齊喎。我婆婆同我公公都係分開瞓。係嘛？係啊。我就有個 call 案，就係佢嗰個嗰兩公誒嗰、個客咧，佢就嗰兩個阿爸死先嘅。咁、個阿媽其實女人死先就好過男人死先喎。點解啊？中國有個俗語叫做女死在夫前一枝花，即係唔使咁多牽掛嘛。即係你死咗之後咧，如果個老公可以話事啊嘛，以前女權唔係男權社會咧，死先過個老公嚟，咁慘噶嘛。都係。咁佢咧就將佢哋攬，即係攬好啦。跟住咧就將父母一齊撞埋，撞埋一個墳墓裏邊啦。咁啊大鑊啦！出主意嗰個咧，佢有六兄弟姊妹。出主意一個就唔係個大佬喎，係個家姐喎。系，即系你母性关系咧，咁啊，唉，阿爸阿妈梗系撞埋一齐啦。系，哇，俾佢阿妈晚晚报梦就闹到扑街。点解啊？吓，佢话我生前已经受尽嘅欺凌，要服侍佢，扑街死咗你都要同我服侍佢。佢真系喎，唔系讲笑，俾我睇咧，嗰啲手咧，佢有时会带佢家姐嚟噶嘛，我客就唔系。俾佢搞嗰、那个就系佢家姐，佢同埋佢家姐嚟咧，哇，真系有啲狠咧。一畫畫咁，好似俾藤條 fit 咁啊！話話佢媽鬧到發瘟喎，即係邊度噶？係啊，但係唔痛嘅，係一條條黑色咁咯。哇，好奇怪啊！跟住咧，佢真係要求人哋，求人哋咧，將佢攞翻出嚟咧，擲過日。但係亂擺個第二個亂咁動土驚唔驚啊？即係一定要擲日，擲個吉日咁樣，即係做好儀式。係啦，咁呢啲個案啊，奇怪啲啊，但係有啲咧。死咗屋企人咧，同埋佢撞埋一齊就係一件好事喎。你點知道佢生前意願啊？但係鱷魚話俾我哋知，俾條片大家睇下。嗱，各位，仲有依度咧就係 CCTVB 最受歡迎男女歌手嘅勢力範圍之一，阿佳老佳啦。咁阿佳老佳咧，呢度咧曾經發生過一單咧都幾淒厲淒美嘅恐怖嘅事件嘅。咁喺1963年嘅3月23日咧，呢度發生咗一單咧男女集體一齊跳樓嘅事件。咁當中亦都係有男女一齊宣情咧，咁咪真係啲愛情嘅事件令人哋係蒙蔽咗自己嘅理性啦。咁嚟白白犧牲咗個性命嘅。咁事源咧就係、原來呢度依一區咧就有一對男女就談戀愛咗好耐。咁你都知道60年代啲人其實都係發乎情止乎禮啦，即係每次今日啲男女咁樣係先性愛後愛情啦，係嘛？即係唔會係咁樣。咁所以呢對男女咧即係拍拖拍咗都好耐。男嘅係一個嘅地政處嘅員工啦。咁而女嘅咧就喺呢度附近嘅一區嘅教師嚟嘅，咁當然啦，男未婚女未嫁，咁啊喺嗰個年代嘅，就算係點含蓄點保守，個女仔都會有人追求啊。咁有個啱得咁巧咧，依個年輕嘅女教師啊，就好受到當佢嘅學校嘅校長啊，一個熱烈嘅追求，而依個校長咧，亦都係未結婚嘅，咁變咗成日會約佢去行街睇戲啊。而追求佢，咁一个地政署嘅工人，咁搵嘅人工，我可以问阿陈 L 屌总理啊，最清楚啊，唔放高都去边？咁一个学校嘅校长吓，即系喺学校里边又德高望重，咁同埋喺个薪水方面，亦都有一定嘅程度嘅保障咧，社会地位嘅亦都得到万人嘅呢个系推崇啦，校长系咪？咁好啦，咁呢个女仔系正犹豫于呢个踌躇之间。
都唔知係選擇邊個，究竟要舊愛好啊，定係要有權有勢嘅新歡好咧？咁佢都搞唔清楚。咁於是者拖拖拉拉咧，咁咧兩個男一個女得個嬲字啦。咁呢個男嘅舊男友咧，有一日咧就真係忍唔住啦，俾愛情嘅折磨。想同我女朋友结婚，我女朋友又咦我啊，知阿庄摩我哥啦，拖拖拉拉，又搞唔出一个决决绝绝嘅分手嘅状况，又唔舍得佢投资咗咁多年嘅拍拖嘅爱情，咁点样呢？佢就走咗嚟呢度附近嘅阿街老街嘅女主角嘅住宅，上门同佢摊牌，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搞清楚件事会系点样。咁、那个女人亦都系俾唔出一个确确实实嘅答案佢，咁男主角一时冲动就冲咗上个天台，一个谂唔开，回头就见到个女朋友追紧上嚟，佢就跟住决绝地为情自杀，喺个天台里边啾掉咗嚟，当然就达到一劈嘢咁啦。咁、那个女仔就喺呢个时候就觉得哇，那个男主角咁样跳咗落去，好内疚。佢嗌咗三声唔好跳啊，唔好跳啊！第三声唔到，个男仔就跳咗落去啦。咁你谂下，当场嘅震撼系令到呢个女仔系非常之系恐慌，同埋失去咗方寸，亦都非常嘅内疚，自己嘅优柔寡断，拖拖拉拉，断送咗一个咁多年感情嘅男朋友嘅性命。咁佢万念俱灰之下咧，亦都跳埋落嚟。咁呢两个男女跳楼嘅自杀事件咧，当然咧系好轰动嘅。而据同我神交紧呢个吴浩先生嘅一本书嘅记载咧，当年嘅报纸咧，亦都系报道出佢哋男女一齐宣情嘅，系都几令到当时嘅舆论咧系几关注。咁好啦，呢、这个校长喺嗰个情况之下，其实佢真系冇做错嘢啦，沟女啫。但系咧，社会就觉得佢系第三者，觉得佢破坏一段感情，令到两个人咧系失去咗性命。亦都系俾好多嘅友齐咧系指责，而更甚嘅咧受到呢个男方嘅其中嘅朋友咧上门寻仇打佢一镬劲嘅。男主角个父母就希望男仔可以同个女仔一齐去合并，咁而女方嘅家长咧亦都同意，咁佢当日呢两个嘅男女咧就采取一个基督教嘅结婚仪式。个男咧穿着咗整齐嘅长衫马褂、大薄帽，而女仔咧亦都穿着咗传统嘅蓝色嘅旗袍、素装。两个咧就喺个灵堂上面咧就举行咗呢个婚宴，即系同时之间又系葬礼，同时之间亦都系一个婚姻嘅仪式。咁啊，场面系异常之压抑嘅。咁你谂下，即系两个死咗嘅人吓、啊，然后着晒一啲咁嘅装束。查到白蒙蒙一块面，两条尸体摊于喺个灵堂里边瞻仰为容，再跟住进行呢个婚姻仪式，系异常之恐怖啊，同埋怪异嘅。咁两个嘅遗体咧，冚咗白布，冚咗十字架嘅白布之后咧，就移咗去呢、这个薄扶林嗰边嘅基督教华人坟场合葬。咁而呢件事咧，就令到当年嘅华人社会咧，就系、是、为之轰动啊，即系话前所未有嗰啲咁嘅嘢啊！即系生唔可以做一齐做夫妻，死一定要同月同月一齐去撞埋一齐。咁、那个男仔就系姓杨嘅，系惠阳人士啦。而呢个女仔咧，亦都系嫁入咗去之后咧，亦都系加入呢个杨门啦。但系佢系姓周嘅。咁大家如果可以抄翻一啲 archive 咧，就可以揾得翻呢单比较轰动香港嗰阵时嘅阴阳相隔，但系都仍然系结婚嘅事件，情之为物。连累咗两条人的性命，在现代的社会听翻翻嚟讲就好匪夷所思，但其实有时我哋都会见到耐唔中有啲傻人俾女兜巴刮啊，或者为情自杀啦。似乎呢个都系千载不变的定律。希望唔好引申到更加多的恐怖故事。哇！哇！咁自咗杀之后，其实都好嘅，那个男仔系嘛？嗯。咁樣都係還佢哋心願嘅，死嗰陣時唔可以一齊，都有個名分啦，起碼唔可以一齊，死嘅時候可以一齊，係啦，有個名分俾佢哋咯。我撞翻咧有一個這個都好耐之前講俾我聽，咁嗰個以前我其中做過一行，嗯，我費事講到唔明啦，咪嗰個人實知我講緊，咁咧
佢嚟我嗰度做法事啦，咁啊講翻起大家啊，誒邊個你有冇見啊？乜乜物物啊？誒阿某某人啊，我見我話你有冇見佢？大吉利是見到佢，我做咩？佢過咗身啊！死咗啦佢，我唔係話我後生，我咩病死佢係鬼死咗自殺。佢就唔係咁樣為情自殺。點樣自殺啊？佢係咧有一日同個女朋友，知因為啲其實我條友都好燥啊啲脾氣。咁咧就喺度傾傾偈，傾緊下偈咧，就唔知咩辣到佢咧。咁可能佢女朋友話：，屌你夠膽咪死啊！佢真係一開槍縫啊！真係。哇！真係一時意氣喎。係啊，條友真係咁燥嘅。一開槍跳落去死咗。咁死咗之後咧，佢個後續咧，就係嗰個男仔不停喺佢個。在他的夢境裏面夢到他女朋友是不是夢他的女朋友不停地在夢境裏面夢回我之前即死的朋友、就叫他原諒他、因為 他說他現在就很慘、因為你自殺死呢中陰身不是中陰身你是很難輪迴的嘛、不是為什麼 你去那些儀式呢破地獄、其實落不到地獄、所以呢就現在那些因為你給了那麼多錢打糖齋是不是都破地獄、其實死了的人是落不到地獄的嘛因為條命是你自己揸住的嘛你要死嘛、他說他經常報夢就告訴他叫他原諒他他就覺得呢是不是睹物思人啊經常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即其實他兩個都不是不喜歡的、不過他有時兩條友都硬刮刮咁樣一嘢就擦著就跳落去死咗啊！咁佢搬，即係佢諗住可能喺呢個地方度住，即係慣咗啦，所以就成日都記住佢，先至令到自己成日發夢啦。成日以為發夢咧記住佢，咁搬到第度，搬到好遠啊！即係譬如九龍啊，搬到入新界，或者香港啊，搬去阿鼻洲咁遠啦。他搬了去之後應該沒有啊不會睹物思人是啦、啊、他就更壞直接站在他床前面竟然是這樣即是隔耐了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鬼力強了還是那個地方問題呢誰就是那個環境問題可能以前那個地方沒有那麼聚陰的他搬了一個地方更加容易聚陰的咁佢唔會揾人睇噶嘛，諗住搬個新地方冇事噶啦嘛。點知就走過嚟揾佢添。佢係咁嘅，佢發夢都係夢到佢。佢話你唔好再嚟啦，大佬，你自唔係我叫你自殺噶，係你自己跳落去噶。即係喺夢中咁樣同佢講啦，佢都唔得。係原諒我啦，你原諒我先啦。嗰個原諒咩？你自殺啫嘛。咁講咗兩講猛咧，跟住佢就醒咗。一醒咗仲大喎。要企喺床尾度，跟住，因為我哋都認識佢女朋友噶嘛，因為嗰陣時其實可能係夢中夢啊，唔係夢中夢醒咗噶啦。佢真係佢點樣知道自己醒咗啊？邊個？佢之前隔起咗起身啊嘛。我有時都會過發完個，我喺夢入面咧，我係醒咗嘅。但其實我仲喺發，就係發緊夢咯。佢唔係，你未試過咩？佢好清楚自己，我好少發夢。真的耳夢都有時有咦那一醒了之後見到他前面呢他就跟他說我原諒你了原諒你了、你是、我不生氣了、樣他就、後來呢就跟他他就沒有要他、嫁給他、他說你他一原諒了他呢跟著呢燒回東西給他呢很快他就自己走了他說不如這樣我跟你家人說有件這樣的事叫他做一些事幫他做一些事他就沒有再發過夢即是幫他超度、令到他可以下去這樣就 OK 了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細利利有你高貴講低俗我們稱低細利利有你高貴講低俗我們巴閉有你無你做你自己低俗频道我低俗但我舒服